新剧《福尔摩斯拉》就快同观众见面，呢日陈松伶、陈伟、陈莹、江嘉敏、庄思明、徐荣、余德成、杨卓立、林伟臣等一众演员齐齐以剧中造型现身宣传活动。专程由外地返港的虫虫难得同剧组再聚，都话勾起不少拍摄的回忆，特别是要穿着一件既华丽但又非常紧的戏服啊！啲洋装咧，成日咧好似咧，即系要好修身咧，会唔会为咗呢啲衫咧，即系都要可能要可能拍之前又唔可以食咁多嘢啊？咁样需唔需要咧？喺我嚟讲咧，就系嘅，因为我连坐低啦，啲米芝莲啦，都切即系咁样。好正啊！件衫系变咗坐咧，我哋都要好吓人坐，咁啊啲凳系唔会为你而设计噶嘛，咁你就变咗咧，你就要成日都系啊，挺胸收腹咁样行路都要好似即系不过都唔理啦，因为查案咧，咁就可能连跑带走咁样。但平时如果即系未埋位嗰时候都唔坐噶啦，系嘛？都要我哋未埋位嘅时候咧，将啲衫啦、腰带啦，全部拆晒。拆晒！我同阿陈莹嗰两个咧，舐啤到啦，一要坐低咧就即刻拆皮带，跟住之后咧除高踭鞋，系啊，踢拖咁样。咁啊，伟哥就应该就舒服少少啦。舒服有舒服嘅唔好处啊，因为太放肆啦，所以嗰阵时会食到好肥噶。真系有啊，嗰阵时。会啊，你相对你出剧街，你睇下同我而家个样咧，你。我觉得系相差咗有两个码。喺剧中饰演包租婆嘅伟哥就话好 enjoy 呢个拍摄过程，事关佢喺剧中嘅爱情世界非常多姿多彩啊！我感情线多噶，都系嘅，唔 dry 嘅，所以我好享受拍戏。我人生太 dry， 我好中意拍戏喺戏里面揾我嘅爱情世界。咁今次你同边个最交集呢？其实今次好杂下噶，我成间屋咁多人，即系我啲租客，其实个个都好有爱。所以咧喺呢个戏里面咧，我系好泛滥我嘅爱情。系，但会唔会有即系有时阿监制都安排咗啲好特别嗰啲戏份俾你噶？有啊，我个仔咯，我个仔同我最亲热。系，呢个已经系最亲。好亲热。系。新剧集推理、悬疑、爱情等元素包罗万有，徐荣同林伟臣喺剧中都有唔少查案戏份，佢哋都话觉得好有挑战性啊！我哋好多唔同嘅案件发生噶嘛，当中涉及到。恩怨情仇、色情暴力，咩都有嘅。你自己谂啊，里边咁多靓女、咁多靓仔啊，边个负责色情呢部分？你自己谂谂。但系啱啱咧，阿成哥就讲过话，即系要做一个即系当地人同啲洋人嘅桥梁啊。使唔使都讲翻大量洋文咁样噶咧？你都成个剧，我大量讲咗成好似我记得两至三句到嘅。因为我哋啲剧咧，啲洋人。都好流利廣東話，廣東話真係激親我，真係冇得發揮，我都發揮唔到咁樣。咁你哋即係你覺得成套劇，即係你用咁多元素啦，你覺得最難嘅部分喺邊度咧？其實，即係對於你哋嚟講，最難嗰部分咧就係掩飾。好、啊、多個都有啲唔同嘅身份，頭先阿徐話齋咧，即係好多嘅內心啊、層次啊、複雜嘅真真假假嘅嘢，即係點解要咁掩飾呢？就係因為希望大家喺個劇情上面咧，俾呢樣嘢吸引住，等大家互動推理，你諗一諗點樣同我蟲蟲姐姐一齊去偵破呢件大案咧？係咯，都係嘅。陳瑩、的神同卡文喺劇中有段三角錯綜複雜嘅關係，齋聽相信觀眾都會好期待。不過要數最具話題性嘅。莫过于系陈莹同卡文嘅床戏啊！我秘密你听，我收埋咗监制，所以咧我同佢系有场戏，系场床上戏，系啦，一定要睇啊，好睇！系会唔会有啲你探病嗰啲嚟噶？你一夜度过咗，系，但都好激烈嘅呢场床上戏。諗起都回味啊！回味，你見到佢樣幾勉強啊！原來你收埋監製啊！因為我諗翻個場戲係幾特別嘅，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同一個女演員拍咁樣嘅戲，係所以但你好似唔係好回味啫喎，係佢一路幻想緊我係余德成咯，可能係咪會回味先啫？同兩位都冇回味嘅感覺，陰公，檢討下咯，余德成。